原标题揭秘全军整编，当时解放军一共编成了多少个兵团。1949年全军整编，先后把西北野战军改为一野，中原野战军改为二野，华中野战军改为三野，东北野战军改为四野。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全军整编，当时解放军一共编成了多少个兵团。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，下属第一军军长贺炳炎，第二军军长郭腾，第七军军长彭绍辉，全兵团共 8.3 万余人，先后参与了福郡战役、陇东追击战、兰州战役。1950年4月，第一兵团番号撤销，各军直属西北军区。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，下属第三军军长黄新廷，第五军军长张达志，第六军军长罗元发，全兵团共8万余人，战绩福梅、兰州等战。1949年9月向甘肃进军，年底甘肃全境解放，后担负清剿残匪与戍边任务。1950年5月该兵团奉命撤销。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，下属第十军军长杜以德，第十一军军长曾绍山，第十二军军长王进山，全兵团共10万余人，战绩参加渡江战役，突破江防防线后截断浙赣线，迂回大西南，歼灭宋希濂集团，攻占国民党陪都重庆。第四兵团司令员魏晨庚，下辖第十三军军长周希汉，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，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，全兵团共10万余人，战绩穿插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五省，行程长驱8000余里，歼敌21万余人，取得了辉煌的战绩。第五兵团司令员杨炯，下辖第十六军军长尹先弼，第十七军军长王炳章后赵建民，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，全兵团共8万余人，战绩1949年10月参加解放大西南战役，解放了贵阳、重庆、成都等的西南军区。成立后，第五兵团隶属旗下，担负贵州地区起义部队的改造及剿灭土匪的任务，所辖十八军担任进军西藏的任务。1950年5月兵团完成立，实使命，番号撤销。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，下辖第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，第二十二军孙继先任军长，第二十三军陶勇任军长，第三十五军吴化文任军长。全兵团共13万余人，战绩渡江战役，率先登上南岸，迅猛向纵深插入，与兄弟部队围歼国民党军队五个军10万余人于广德和长兴地区。1947年5月王建安率部攻占浙江省会杭州，解放了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浙江广大地区。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举，下辖第24军王必胜任军长，第25军程军任军长，第26军张仁初任军长，第34军军长何基峰。全兵团共12万余人，战绩豫东战役、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等。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伦，下辖第20军刘飞任军长，第27军聂凤智任军长，第30军谢振华任军长，第33军张克侠任军长。全兵团共12万余人，兵团组建后参加渡江、上海等战役。解放上海后，兵团部兼淞沪警备司令部。1955年4月兵团番号正式撤销。第十兵团司令员叶斐，下辖第28军朱绍清任军长，第29军胡炳云任军长，第31军周志坚任军长。全兵团共10万余人，兵团组建后参加渡江战役，率部解放丹阳、常州、无锡和苏州。五月参加上海战役后，第十兵团进军福建，先后发起福州、漳州、厦门战役，
八月兼任福建军区司令员，组织指挥部队清剿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。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，下辖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，第四十五军军长黄永胜，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放，全兵团共十万余人，战绩达沈阳、围北平、御华北、渡长江、战武汉、进长沙。在横跑战役中，萧劲光指挥中路军围歼国民党军四个精锐师，解放湖南大埔地区。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，下辖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，第四十七军军长梁兴初，第四四十九军军长钟伟，全兵团共十万余人，战绩从冀察热辽一直打到广西边陲，不惧强敌，敢打善拼，执行命令坚决，不怕任何困难，在多次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。1950年4月，第十三兵团番号撤销。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，下辖第三十九军军长刘震，第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，第四十二军军长万毅，全兵团共十万余人，战绩先后参加了横堡战役和广西战役，主要执行西路大迂回任务，一直打到中越边境的镇南关。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，下辖第四十三军军长洪学智、李作鹏后，第四十四军军长邓华、方强后，第四十八军军长贺建年，全兵团共十万余人，后兼广东军区。1951年4月，以广东军区为基础组建华南军区时，地巧兵团兼广东军区番号撤销。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徐向前，后周始帝，下辖第六十军军长张祖亮，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，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，全兵团共八万余人，战绩参加福郡、兰州等战役，而后在秦岭地区牵制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，掩护第二野战军主力由湘西仁川。第十八兵团由陕南进人四川，后转隶第二野战军建制。十二月参加成都战役。1950年4月，第十八兵团番号撤销。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德志，下辖第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，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，第六十五军军长邱卫，全兵团共八万余人，该兵团直属中共军委，战绩解放银川市、攻太原，参加福郡、兰州等战役，解放宁夏。1950年4月，第十九兵团番号撤销。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，下辖第六十六军军长萧新怀，第六十七军军长韩伟，第六十八军军长文年省、徐的操后，全兵团共八万余人，战绩进军绥远，解放吉宁、包头后，回师参加平津战役。太原战役第二阶段攻打太原城时，杨成武指挥部队采取先穿插、分割，而后集中兵力歼敌的战术，完成了战斗任务。当然，除了以上兵团，还起义过来的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，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世岳，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董吉武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